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。1月25日，大年初一晚19:30，《幸福合家欢》2020江苏卫视春晚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啥？累不累？不累，不累，不累，不累。工作使我快乐。那你肯定。三个词，其实生活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无聊、懒、简单。还是你写的歌吗？不写啊，不写啊。我的职业就是唱歌，我生活中还要去 KTV 唱歌。你说我今天晚上演完出，我再找 KTV 把这个歌在 KTV 再唱一遍，也没有灯光舞美配合我，自己唱多孤单。休息休息，在家睡睡觉不好吗？抖音，祝大家冠行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。抖音。